背着我外遇吗？当你妈呗。那你相信研究报告吗？有报告？什么报告？那研究的报告说，有70%的查甫人哦，拢希望伊一生当中有一摆的婚外情。那有可能啦，那不可能啦。老公，哎、欸，那你爱我吗？当然嘛，是佮讲的。你要哪证明？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吼，迄个纯洁的30%。你敢知影？研究的报告内底讲，迄剩的30%是希望伊一生当中有足侪摆的婚外情。哎，袂准啊，袂准啊，小的哎，袂准啊，袂准啊，哎。